好高啊，有点恐高。我的爸爸好像到了更年期。啊！到更年期？为什么爸爸会有更年期？不是女生才有吗？为什么男生也有？锦天，这更年期是谁告诉你爸爸有更年期的啊？不是我说的，是奶奶说的。不可能。奶奶怎么可能这么说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倩倩，你吐槽爸爸要有正能量，你应该说爸爸辛勤工作，没有时间陪你。你怎么能说爸爸有更年期呢？请你下次出差早点回来，早点陪我。对，你这么说就对了。爸爸也给你提个要求，好不好？你能不能答应爸爸，以后每顿吃两碗饭？差不多一碗就行吧。那我也不能答应你啊，你不答应爸爸，爸爸不答应你。一碗半都行吧。爸爸以后一定多陪你，但是你答应爸爸，就是说一定要吃好饭不挑食，这个条件好不好？你自己还不是以前吃饭的时候一边打游戏。